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次来机器运行的怎么样啊？你觉得？嗯，还可以，它那个断线率什么都挺正常，速度也还好，跟那个电动缝纫机比起来，相差不是太大。最主要的是人工这一块不需要熟练工，只要会铺片就可以。啊，好，行，好，谢谢啊。